爸妈。请问左下是什么动漫 ？C C。但是剧中爸妈是以下半身露面，在一些影集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甚至用脚来当手，所以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上半身。影剧中他们的上半身有两种，第一种是基于在翻译成的东西，走到了两个人类模型上半身。